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少女会战最香最色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攻略啦，嘿嘿。好，那这集攻略呢，要讲这个最快速冲到加9的秘技啊，因为大家应该都很缺这个星光盒嘛。那旭哥有秘技可以快速的赚到星光盒啊，像这个角色加8到加9呢，就需要420个星光盒啊。那旭哥就实测给大家看。实际可以快速赚到星光盒的秘技，然后这快速冲到加9最快速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这个攻略非常重要啊！好，分享这游戏最绝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。那旭哥也有设置这个旭哥手游攻略的这个少女回战的攻略专区。这边有将近140部的少女回战攻略影片，包含这个角色推荐啊、转蛋啊、游戏的秘技啊、福利啊、各种色色的东西，最新的礼包嘛，都会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旭哥来讲一下这个最快速冲到加9的这个秘技啊。那我们这个星光盒一定都非常的缺嘛，尤其是冲到加9需要420个星光盒啊，是非常多的、啊。那通常都会很缺嘛。那透过星光盒的拿法的话呢，就是几个方式嘛。透过这个盟约商店啊、住新屋啊，这个旭哥都讲过蛮多次的。那旭哥能买的也都买了，但是还是差非常多个。住新屋呢，是你把这个武器的碎片啊，就是拿去卖掉，就可以换嘛。那旭哥能换的也都换了嘛，已经换了70几个，那目前还是差200多个。那还有一个秘技分享给大家，就是透过这个活动。这次这个活动呢，风雨艇呢有办法换到大量的星光盒，而且是免费的，在这个兑换商店这边。最后面呢，这个就是命轮与龙魂养成自选包呢，这边有这个星光盒。那这个可以换的话，就是30×5，等于说可以拿到150个星光盒。所以这个先拿起来。再来呢，这个目前还有22个这个币嘛。那我们就买这个命轮与龙魂养成自选包2×2，那就把剩下的都全部买下去，就是全部 all in 了，梭哈。买这个之后呢，就会拿到很多星光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都到背包去开启这个，背包很多东西可以开。好，那首先呢，这个星光盒呢，先养起来了，先选。全部选星光盒，这样就有150个星光盒了。再来呢，这个10个给它，这样80个嘛，所以这样就直接到达这个可以养成的420个嘞。哇，其他箱还不用开，就直接达成了，直接达标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韩信冲到这个加9了。好，韩信就直上加9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卡了非常久啊，加8到加9其实是非常难升的。这个游戏加8到加9那个曲线指数是非常的高的，加1、加2、加3、加4、加5、加6，然后后面都加7、加8、加9都是难度非常高的，所以直冲到加9这个爽度是非常高的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这账号，马超什么应该也可以养一下。之后再来养马超好了，那就用这个账号来示范一下这个最快速冲到加9的这个攻略啊。这个韩信直冲加9就是爽啊。那冲到加9之后呢，这个主线任务奖励还可以再拿到30个星光盒，记得要去拿一下。加9之后还可以再多赚30个星光盒，这个游戏真的很缺星光盒啊。好，那其他换星光盒的方式呢，旭哥也讲过非常多次了，就是在这个背包里面的碎片，把这个碎片呢提炼，提炼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心愿石，那心愿石呢就可以去这个住心屋里面换这个星光盒，住心屋这边就可以去换星光盒，这样，这也是获得星光盒很好的方式，这样你就可以去这边买星光盒，这样就可以入手了。就是透过这个方式也可以入手星光盒，那还有这个 UR 加的碎片也可以入手。再来呢，这个最强女友的养成计划呢，
我们只要像刚刚把这个韩信养到 UR 加9之后呢，就会有这个积分嘛，有这个命轮的积分。他只要消耗星光核啊，消耗一些这个道具都会有积分，那就可以拿到这个奖励，达到30000分的奖励，也有星光核，那还有高级天地石、终极天地石，还有这个星耀城，这个也都是拿来赚资源，乃是趁这个赚一波这样，尽量赚，因为这个也是有效期限还剩5-6天而已。那大家记得刚刚那个活动最后一天了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那个凤仪亭的活动，所以要冲这个加9应该就是趁今天最后一天了。那凤仪亭呢都用完之后，大家最后还要记得领一下右上方有个进度奖励，进度奖励的消耗这个红岩币可以领到这个转蛋券，还有这个仙丹，这个也是能赚尽量赚啊，转蛋券和仙丹都尽量赚一赚，这个也是很棒的这个入手的一些秘技。还有在这个派遣的任务呢，也可以刷到星光核，你有时候这个去重刷的话可以刷到星光核这样。那刷到星光核的话其实蛮贵重的，所以有机会就去这个派遣任务刷一刷，刷到星光核尽量把它拿来就是转一转。游戏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，首先点画面右下角这个摇杆的符号，点进来在这个画面的下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， FRIEND Old Friend， 然后888 OLD FRIEND 888大写的，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100个这个过往的回忆，哎，这不错，这是彩虹宝物，哎 ，KOG666， 然后按兑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10个这个邀约券的 SSR， 超赞的，我们就来输入 VIP 大写的666 ，VIP 大写666，按兑换，这个可以拿到10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这个轮回盒以及这个2个郁金香。好，那下一组一样是前面 VIP 大写的，后面是888，按兑换。那这个有12个这个星耀城，然后8个这个邀约券 SSR， 可以抽到这个 SSR， 赞的。再加上这个玫瑰花，再来下一个 VIP 999。啊，999怎么变928？999，那这个可以拿到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、最香、最色的手游都在旭哥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